哎呦，今天打明，明天就敢打我呢，说啥也不能留了。壮壮，你是不是嘴馋了？这鸡饭下午打明，你不觉得它炒的很好？说吧，想咋吃？是烤是炖还是炒着吃？上次烤的就挺不错的，不行就。那你去宰鸡儿，我烧火了。好嘞。哎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呀。 烧开了，烫毛吧。等等，鸡好了。你等一会儿啊，我挖土篓子。挖个土篓子啥意思？那烤箱洞口有点小，鸡儿放不进去。你把鸡放回去，过来帮我垒土篓子。好，你等一下啊。嗯。 我小心点啊！我这卖掉了。好了，我去收拾鸡儿，你烧火。好。 盖土，2小时。佩奇壮壮开饭，快来快来！熟了没有？烫熟。烫熟，它不一定代表熟呀。来。 香味出来了啊！烫熟，烫熟。喂，该你了，佩奇。啊！这个肉为啥这么瓷实？蛋汁吗？没白忙活一下午。 吃个洋芋。嗯。你咋会这么多吃法？少数没得吃呀，想尽办法找着吃嘛。<笑>